谢谢我们的助演嘉宾郭靖，谢谢。来，梁宏达老师。其实这个小品呢，我一开始就看懂了，因为是这个女孩坐在那儿戴这个墨镜，在一定程度把底多少刨了一点，当然这指的就是因为我们对这种演出形式很熟悉了，所以马上我就想到那个，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在这时候没有看出来，但是这个不耽误整个小品的进程，因为我们最主要看的是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前两天我们看那个头两期节目，两位演的基本上是以说口为主，这一场看你们的就是无声的这种动作发挥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我就是对那个演盲人的女孩啊，她那个棍儿点的太不专业。应该怎么点？来，梁老师。来。其实我走上这台压力挺大，因为赵老师演盲人那是天下第一香。没错。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他点的时候啊，盲人往前点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什么呢？他嘴里头有动作，你注意。好，他一般往前点是。他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大家看马大帅里边赵老师演的那个盲人，他在屋里查步，这个是数数呢。比方我从我这儿到姜昆老师那儿，假如12步，我往他那走的时候是点棍，1、2、3、4、5、6、7，嘴里头查数呢这个。这些欢呼啊，实际上在请赵老师再重现一下他演的这个舞台上为什么这么活灵活现的把盲人演得那么像。来，有请本山老师。其实呢，盲人是非常注重外表的，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他平时的坐姿呢就是很优美，他没事手里呢老是在整理身上，他包括扣领他是没有闲的时候，就是在那坐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坐的姿态他永远是这样式的，耳朵侧的对方，因为他需要跟别人交流，心里是美的，有的时候表情突然就变化，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外边传来的声音，他所有的判断都因为别人在看他，所以说他内心是他坐的始终是这样式的。哇，笑一下突然收回来，又怕别人看出漏洞。其实盲人的内心世界呢，应该说是一个失去光明而且很痛苦，但是外表给人家很阳光，尽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所以说盲人走路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杆呢，它是一个，这个杆在前边是注意底下，身上永远是手在前边，因为他怕碰着脸，他在保护脸，永远是手在这儿。这么细腻一些。针对这个小品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演的呢，郭靖呢，应该说这个演员呢就属于道具了，因为刚开始就梁老师也看出了，都知道这底肯定是个盲人。他要多配合一点，多站起来点，他互动的音乐不断的高兴，他觉得旁边都在跟他舞，是吧，这个就更能够台上都积极点，因为他一起来他是随着音乐起来，你们以为他看到了，你俩忙活的那就是你们俩不至于在那打仗，就是你们俩在为了一个美女在那争斗就不好，你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另外的一面，因为让人争取别人就爱他，不是说你俩谁电炮厉害我就跟谁了，那是属于打了，都是在那美谁跳得最好，谁最幽默，他就会喜欢你，所以他在转圈的时候你们不断地跟他在动，他的动作多一点都牵动你们的行动，所以最后之后人家拿起来小棍儿来，人家消停走了，不知道场上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两个人的存在，因为他有音乐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东西，所以这样是更完美，但是你们表现得还很好，谢谢。我们同时也谢谢本山老师，谢谢。